大家好，我们是开卷人水木年华，荡摇浮世声万象，岂有贝雀藏珠宫。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清代画家袁耀创作的蓬莱仙境图。说起蓬莱仙境，我们都会想到海市蜃楼。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市蜃楼是在平静无风的水面、沙漠或戈壁上，因为大气的密度、温度不同产生的一种光线折射现象。但在古代，海市蜃楼因为它的罕见瑰丽而赋予了它神奇的色彩。在这幅画中，画家以宽阔的胸怀和超越的想象力描绘出山川湖海、吞吐日月的宏伟场面和壮丽景象，展现出作者想象中的天上宫阙。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蓬莱仙境图。诗画之过感人弦，此景何须天上有，贵妇深宫在人间。东方云海空浮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漾浮世声万象，岂有贝雀藏珠宫。心之所见皆幻影，感一耳目返神宫。旧人飞天，诗画之过感人弦，此景何须天上有，贵妇深宫在人间。东方云海空浮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漾浮世声万象，岂有贝雀藏珠宫。心之所见皆幻影，感一耳目返神宫。壮志造神
掌声有请水木年华，有请三位，欢迎欢迎欢迎。这幅画当中有山有水，但是第一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了仙境色彩的建筑。原江原耀这个两园，他们的界画就画了很多属于这个海市蜃楼、蓬莱仙境这一类作品。尤其这个原耀，他画的都是大幅的，有的十二条屏的啊，像《阿房宫图》什么的，蓬莱仙境图也是非常典型的。他这个建筑啊，包括整个景色啊，就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山水或者真实的建筑的，更多朝这个仙境这个方向去表达了。所以这个画面上啊，无论是山和海的相连，还是山石和这个楼阁的相连，我觉得它都构成了一种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啊这样一种理想的啊这个境界。所以这幅画当中，如果要把它归类的话，应该是叫界画。是的，界画是这个中国绘画里面算是一科吧，一个门类吧。它第一个特点，它是以建筑为主体。第二个，在绘画的技法上，界画要求画得更加缜密、更加细致，所以它就要用界尺，还要用一个竹竿。像一个笔套一样把这个画笔固定着，跟这个界尺连在一起来进行勾描，这样就能够画得很准确。还有绘图工具。对，是。再一个，我想界画的特点应该是不是也是一种跨学科吧，它把这个建筑和这个绘画结合在一起啊，使建筑成为中国绘画的主题，也使绘画能够展现中国建筑之美。真的是我上学开始就是用画这种特别细致的工程图，用介尺对画。现在电脑很普及，但我们那个时候这是实打实的要靠手绘，包括建筑的结构图啊、表现图、渲染，用水彩那个水粉都是用手画的。此外，就是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呈现所选择的苏轼的这个文学作品。苏轼呢是在登州知州的任上写的这首海市诗并序。他这首诗大家不熟悉的，纪实性很强。他看到了海市蜃楼，他前面有篇小序说：余闻登州海市久矣，我听说登州这地方有海市。父老云常出于春夏，今岁晚不复见矣。来晚了，冬天这时候看不着，与道观五日而去，我还有五天我就要走了，来不及了，是不是？以不见为恨，到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我到海神的王庙里头去祈祷，明日见焉，乃作此诗。苏轼为什么激发了他的才华？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事情他没有见过，一旦见过以后，觉得非常惊奇，把一切都归结于上天神明。而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把那些古人没见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变成现实。所以到这个时代就变成了一个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时代。所以看完这幅画，再听完这首歌，再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一番交谈，我觉得营造最高的一种境界就是心手合一。对，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但是双手它是来自于内心的感召，指引着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奇迹，去书写属于我们的作品。原耀的蓬莱仙境图呢，规整的利用界尺画出来的建筑图形和山水融合在一起，充满了戏剧性。原耀是一个个人风格很鲜明的画家，他在山水呢擅长画鬼面村，也特别擅长营造一些这个非常险峻的山势。另外呢，他充满了想象力，把这些建筑和这些山水融合在一起，使这个画面特别的有动势，特别的有气氛感。这幅作品设色非常的鲜艳，有非常华丽的建筑，另外山水呢也设色做出了青绿的这种颜色，都配合在一起，更显得这个仙山上头与众不同吧。谢谢水木年华的三位带给我们的蓬莱仙境图。